任何生活在埃及土地上、和埃及尼罗河水、背叛埃及的人，都应该受到审判和处死。我认为那些指控都是捏造的，而被告也有自己的立场。资深外交官阿卜杜拉·阿沙尔曾经是穆尔西总统的顾问。穆尔西一直以为他还是总统，他不接受法庭的审判。 阿沙尔认为，审判纯属出于政治目的。他的罪行在于，他是一介平民，却胆敢占据军方的位置。但也有人为埃及的司法制度辩护，说，穆尔西的前任穆巴拉克也在受审。政治分析人士萨德艾丁·伊卜拉欣说，司法机构能够胜任这项工作。 我们进行了审判，遵守了正当程序。即使是总统、前任总统也将出庭受审，这就是明证。但是与穆巴拉克的审判不同，现在还不清楚是否公开审判穆尔西。有迹象显示，穆尔西的案子将在开罗臭名昭著的托拉监狱秘密审理。埃及的抗议、推翻和审判的循环往复，似乎不会很快的结束。 在最近一次反对军事领导人塞西和内政部长的抗议集会中，可以听到更多要求正义的呼声。我们的要求是，任何镇压和平抗议者的人，不管是塞西还是伊卜拉欣，还是为他们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被追究责任。这是我们的第一要求：审判那些进行杀戮的人。这类谈话进一步引发了围绕最近一则消息的争论。据 最近泄露出来但遭政府否认的消息说，塞西寻求在新宪法中确立一个受到保护的国防部长的职位。